哦，原点就是棺材在了水塔上面，是找到机会将玄子打掉了，但是这个位置其实刚才 FM 就已经在这里了呀。哎，这个雷，哇、哦，阿伟，这是什么角度的弹射啊？毕竟人在外面，还是相对来说就是。看一下这块劈沉，这个时候的话 CT7 因为它本身它落点的时候就飘得很远，过来拿这一分，刚才其实路上是最危险的。你刚刚可以看到马云龙其实有点掉血，但因为距离比较远嘛，嗯，输出效率不是很高，所以说马云龙这边过来虽然说是个墨守，但是这个切角给的太爽了，是的，随便进啊，炮楼房反炮房包括那个高地房都可以选。你刚说完 CT7 舒服它就并不舒服。嗯，那么在争抢理不点这个过程当中，小童发现 DDT 这边人是稍微有点多啊，这样的话赶紧先撤离。嗯，啊，极限这边都没什么人啊，问题不是很大，也可以选择。哇，照南部的队伍真的好。哦 ，F7Y 这里有个车血量很低，然后 Pyro 也是一样的。Pyro 刚才我就看，就是你看 F7Y 不是小时 Pyro 就有一个人插一枪，我估计就是小明。嗯，他又来了，还会再往北边稍微再看一下。这边的话是跟 DC 赢家没有顶住楠楠的进攻。嗯 ，CDG 跟 RBS 也在打。FTY 跟 Pyro 一直在抢，抢时间。先进教堂，但是 FTY 这边人数还是多啊 ，Pyro 只有两个人。这 Pyro 现在很被动，哇，这个烟一起感觉更被动了。烟一起自己被暴露。CTG 这里被 RBS， 不、哦，我刚不是 CTG 先击倒了 RBS 吗？这里被一波反攻。是的，因为 CTG 的正面人数并不是很多，这炮楼房只有两个人在防守，有点裂开啊，这波。太贪了，其实就是。哎，不过什么 CTG 打回来了？你别说，这波虽然说镜头给的不是很多，而且。靠一下脚比较小，但是这个剧本实在是。对的，又是王骚骚连续放倒两人，巨幅的想放再来一颗雷，发了三个。哇，巨幅有点炸。是的，巨幅本来是在劝架的，你没想到居然打得这么嗨。哎，但是最后是小杨的一颗火啊，那信息兵一样，侦察兵啊，他帮这个圈边队伍都吃了一波信息。没掩体了，车炸了，车不会溜吧？车没溜。赶紧封烟，先打个状态。是的。而同样的，现在南部的封烟也是在想尽办法去拿分，因为这个圈烟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很有利。刚才小宇宙应该是稍微挂了个烟，因为他的队友已经扎进去了。对。New Happy 看 New Happy 的选择，半坡停，起烟。啊，另外一边悟空在跟 DT 去 DT 投的。是的，他这个冰箱其实四个人踩的话是比较舒服的。这。好，最后去扶小羊。哦呦，打两个，是，哇，这个时候扶人，周围应该没有枪线券吧？应该还好。DDT 来了，DDT 现在是有想法去拿分的。是的，是的。哇，这 4M 刚才起步，然后加上这个到点，都是两波都是被巨幅的两个单人给干扰了。但是在进攻的过程当中，被远点实际上找到一个过点，马东西被打倒，现在 DDT 要花时间去救人。实际是两边都在打，就是。打 DDT 用枪线赶，然后打 4M 是用雷。是的，三个人踩出去，现实期的拿分欲望很强烈啊。嗯，而且 SMS 也过来，又是个平地盖拉，被血魔抓到。DDT 的意思就是我过不去，你也没有办法踩起来去收分，确实也没什么点可以能给他们收，他们现在要必须隐忍。是的，然后 MCG 跟 FTY 这个距离。MCG 和是蓝白之间的队伍，他会被 FTY 卡，所以 FTY 现在是有点小优势的。这是应该还有个手里应该还有个雷，把自己补了。这个雷的 timing 真的是很完美了呀，只能说。龙斯哥应该是把木增了。嗯。Pyro 其实跟 MCG 境遇差不多。是的，都是独狼。嗯。还是有一点点机会吧。是的，已经响枪了，但是天路的防守是还是比较强硬的。当信息知道了之后，你这个坡就下不来了。没错，而且原点还有 New Happy 的出枪，还拿到一分。
听到好像点点最后一个是匆匆闪风左边雷锋右边血量直接压出来，哎，很冷静很冷静啊。对，没上头，这个是你干吗？哎，这是什么皮克男，他想要在这个圈型提早的去给 DDT。 是的是的，好 DDT 这个大剑力，我天，这个两个都是没任何眼力，第一波放了一个过去，只不过还好后续就可以是补足把后面的人打掉。是刚才这个我差点就觉得他完了啊，不过还好拿出来再找人 battle 打掉了。对，这的话皮克男是有机会救的，但是 DDT 最后一人是在底坡有一啊，另外一边七七拉车过来啊，这个非常轻松，人数不多啊，人数不多。是的，哇，刚九五 K 第一波出枪的时候把我吓死了，你都不知道。是的，他打第一个人是稍微有一点跟上面跟住，不过还好在后续打第二个人的时候是这个命中了，就已经屁股后面压进来了。皮克男在楼顶打了一个背包，嗯，皮克男这一波是立功了，连续放倒了这两个人，而且这个过点 Cobra 打了两个，一个侧身一个正面。是的，不知道 Cobra 的位置， Cobra 这波这个侧面站得很好。是的， Pero 那里应该是偷了一个，而另一侧十七没了。是的，这波十七的确实，十七这个位置他的想法是好的，想要主动去夹击悟空，但是悟空的防守还是做得非常不错。嗯，李记那边也很热闹，脸上，然后现在 FTI 被天路和这个 Pero 独狼夹在中间。是的，马云龙又拿一分，马云龙这分是 K 的头，刚才是天路的击倒，没错。然后这里是天霸跟 TMA。牛海兵是接管了之前十七所踩的那个位置，就是这个大体的路线是相同的。现在知道悟空之前跟这个 TMA 打完之后，天霸过来劝架，自己作为一个第三方。你这个场面上三三，目前是三三三一啊，不好说的这个决赛圈。但我看圈好像是一个难切，难切的话那就你封大量的烟雾弹，对吧？看明明，也偷了一个。好家伙，这感觉冲上去很高。嗯，快准备。然后直接回还位置，封一颗过点烟，哦，竟然没甩的是最没机会的，真的。哎，过点烟，哦，还是没走掉。是的啊，Cobra，他这波我跟你说这波真的是很这个损伤这个 New Happy 这把吃鸡的机会啊，明明这个位置，然后科巴位置也已经锁定了，这样的话最后的一分还是被七七给拿下。是天路想做事，但是这个跑的距离，哇，就看这波雷了，扔一些起步的雷，哎呀拉远了，哎还可以，萨萨这颗跟上了。天霸其实我觉得反应已经很快，想开车直接留，但是还目前场上的人数其实有一点制衡了。是的，反而我觉得 UHP 这个时候腾出手来也还有一些机会。哇，牛黑皮刚才如果吃三个的话，这把机会真的血大了。没错，萨萨一颗手雷将灵兽炸倒，小桃还没补掉，现在天霸瞬间只剩两个人能够。人数不够的话，根本不吃不了鸡。这来了，这个幻神。天路跟牛黑皮三二二，这个血量沾掉就没。是的，关键是天霸这个位置，他被两个队伍来回的拉扯。三打一，三打一。周边倒了，三打一，这波应该有了，应该有了。幻神的位置已经锁定了，前面出过枪、出过雷的位置。是的，这把其实、这个、高点下不来，是跑的很多的。不给分了。是。好了，那么恭喜天路在本场当中成功吃鸡。凭借本场吃鸡呢，他的分数是上升了两位，现在目前是第六名。